者陈立言台北报道，韩星金素恩、宋在林曾在实境综艺节目《我们结婚了》当假想夫妇，被粉丝昵称为精灵夫妇。两人在韩剧《我的完美新娘》在续前缘，于剧中扮演爱情长跑十年的情侣，也因先前合作过默契十足。金素恩笑说，一开拍就很有感觉，我们两个人只要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，完全没有生疏感，非常神奇。金素恩在戏中扮演痴心绝对的申嘉纯，与青梅竹马徐雅豆从学生时代交往，为了养活准备国家考试的男友放弃升学，无奈对方竟然是个妈宝，还时不时与身边的女生搞暧昧，让他备受委屈，历经数度分手，各自交往后又复合，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，就连金素恩的家人都非常关心剧情发展。金素恩的妹妹甚至还想偷看此次的剧本，让她哭笑不得。此外，在剧中饰演嘉纯哥哥的李玉则是个个性母乐的医生，入赘到豪门企业当女婿后，却因为不懂得甜言蜜语，与妻子的关系渐行渐远。被问到会不会羡慕子子金泰熙甜蜜的婚姻生活，李玉坦言比起羡慕反而因此成为家人关心婚姻大事的对象，让他直呼压力不小。我的完美新娘将于今起于周一至周五晚上9点在东森戏剧台播出，1月30日起改为每一至周五晚上8点连播2小时。金素恩左宋在林又继我们结婚了后才续前缘，在韩剧我的完美新娘事业爱情长跑十年的青梅竹马，东森戏剧台提供金素恩又宋在林左拍摄我的完美新娘是默契十足，东森戏剧台提供。